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接这部戏？我跟你讲，你要听实话吗？实话，实话，实话。这是我的秘书，那副秘书长去接的案子，我根本都不晓得，他们都讲好了才来告诉我。我回去会把徐福。和平舞台剧黄国昌上身，赖佩霞赞他勇气几把昏。你知道那个王子贤？哇嘞！连阿北都来演戏了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首度参演舞台剧演出，恰巧2024副总统参选人赖佩霞也有参演。25号巨星开拍，让大家看看柯P精彩的模仿秀。我是说金枪，枪枪枪枪枪哇！黄国昌，比较简单，太离谱了。重点是咆哮，太离谱了啦！主席，刚才选黄国昌有特别跟本人出席。那不用啦，每天看电视都看得到嘛。没有，我跟他很熟。这是他的口头禅了，没办法，他们叫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在排练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这模仿我也会啊。”我们想说，既然他会就，就哎让他展现一下，以后他就接郭子乾的案子。游览车怎么可以停在这里？他太痛苦了，痛苦不是心。从答应你们的第一秒我就开始后悔，从后悔到现在，很多次的。他在后台其实。哦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大概重复了大概有30-40次。没有，我发现他的音准有变好。打几分啊？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剧场比较不一样，是所有的情感是相互丢的，它是一个彼此互相堆叠，然后大家看的是那个情感之间的交流。刚刚主持有跟你们对戏的时候，你们有情感之间的交流？有，有啊，我有一直给我给很多情感。主席有接到吗？愣住是真的。我担心忘词。我已经想好结结伴了。就是我只知道那一段要讲什么，其他就自由发挥。我刚才在跟他讲，我说到时候你要记得哦，你唱歌的时候是台下全部鸦雀无声听你在唱，你看他的脸就马上说真的吗？我说对哦，所以到时候观众的回应那个又完全不一样。要让笑声，万一观众笑的话，对，你要停哦。对，当他们笑的时候你要停下来这样。这个没办法教。好，下班。啊，吃午餐的时间到。勇气100分。